石门水库管理委员会于民国53年7月颁布石门水库多目标运用准则，为台湾第一个水库运用文本，订定台湾最早的水库运用规限，分上限、下限、严重下限共三条，规定防汛期间水位不得超过上限，台风过后应将水位卸降至上限。66年3月，省政府于报奉行政院审议修正后，以法规形式公告施行台湾省石门水库多目标运用规则，内容分灌溉运用、发电运用、集水运用、防洪运用等。防洪运用章内将调节性放水、溢洪道闸门操作纳入规范，因此同时完备了水利法第48条规定的水门启用标准时间及方法的公告。91年10月，配合行政程序法的实施，经济部改以行政规则形式公告石门水库运用要点，原规则予以废止，水门启用之标准、时间及方法，改以石门水库水门操作规定另行公告。要点分章名称改为蓄水利用运转、防洪运转、紧急运转等。规限的上限值同时调高，是违规限的第一次大变更。107年4月，经济部公告修正石门水库运用要点，规限的上限、下限、严重下限改以有效蓄水量表示，上限值并作调升，显见规限已从着重防洪的水位管制转变为以供水为主要考量的蓄水量管制，是违规限的第二次大变更。111年3月，北水局配合阿姆坪防淤隧道的完工，提出石门水库运用要点修正案，同时规限的上限值再次调升，以应高水位操作需要，并大幅修正公共集水供水机制。本要点业于当年6月公告，视为石门水库规限的第三次大变更。